干，怎么神蒸鸡啊？再给我一只就好了，我就心安了。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炮，欢迎收看《极限神杖养成班》。今天呢，是我小号开服的第107天，哇，存了512个高级招募令，还有一大堆的资源啊！待会呢，我们就要来狠狠的提升一波了。最主要呢，就是现在阿炮上到了160等，我的极限神造云啊，可以上到43星啦。究竟平民的13星神造会有多狂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好，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不妨先帮阿炮点一个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资讯。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Let's go。OK， 首先呢，距离上一集是有一点久远，所以呢，阿炮先来带大家复习一下目前阿炮的状况。现在魏国呢是准备可以生出一只九星的肥料。在蜀国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有一只12星的蜀猪，但是呢就不会考虑说要急着把它上13星，以后再慢慢说。然后在这边可以准备生出一个9星的蜀国肥料了。好，在吴国的部分呢，我们这小乔待会就会献祭给神赵云了，对不对？我们这猛将配美人哦，吃起来总是会特别的香，特别的强。好，在神的部分呢，现在就差一只九星的肥料，那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一个六星的神造云了。好，那待会呢也希望多抽到一点神诸葛或者是神华佗，那神旁是我最后才要想上的，所以慢慢抽就好了。好，在魔的部分呢，就希望快一点多抽一些魔关羽，就可以省下我的积分了。那现在阿炮的整体战力是400多万哦，那小乔我已经先放下来，待会呢我们就要来准备克掉了。那我们先来抽抽了啊，先给大家看一下，平民是真的很适合玩极限神造，给大家看一下，我已经很久啊，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来更新我的阵容了哦。那给大家看这个越战的程度哦，这边甚至哦还越战到了300万哎、欸，300万。好，这边也是哦，这边也有一个300万，对不对？哎，这好像同一个人哦。好，那我们就把这之前的删掉。好，这边也是越了快300万，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准备了，来做一波提升。那待会呢再给大家看，麻烦这系统啊多给我一些神诸葛、魔关羽。阿炮气战，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哎，神皇钟啊也好啦，我们刚好缺肥料。干你个卤肉饭嘞，就是不要你啊阿炮啊，不要拉萨米啊，我们转个运，我转司马懿，要司马懿干嘛？好像没用哎、欸、阿炮气战，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魔周泰啊，嗯，周泰好像没什么用，我本尊要啊，那我们来这边抽一下好了，气战来，干魔关羽、啊，好吧，哇，这边有2000多个碎片呢、欸，我的天哪、啊，这到底是放了多久啊？好是陈双，哎、欸，这谁？徐晃、黄忠，我们一次多一点好了，八个，这样可以眯一下。阿炮七六个好了，再来。哎、欸，神赵云、魔貂蝉，干就是没有神诸葛、魔关羽，我们要神诸葛、魔关羽啦！神诸葛、魔关羽，我靠，背一堆胡须章鱼肉饭，干是一堆神赵云是三小啊！好，史称双，两个董肥，神诸葛，靠！三小，干这到底什么鬼啊？阿炮，气在来来来来来来，
怎么突然解到任务了？哦，过十二点了，夏侯惇可以，之后可以塞神降禄，气再来，给我神诸葛魔关，气生无恙，相公，那啥咪呀？我转喝酒坛，我转个运，哎，不是都这一些吧？不然我们来波比一下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这积分应该也是蛮多的、哦。13万 ，OK， 来了 ，Bobby Bobby Bobby， 呀呀呀！哎，是不是舒舒服服的呀？ Yeah! 在我们的魔关羽就可以上到11星了，又神真机可以，来吧来吧来吧，神魔甲许靠北，我有魔曹操哎、欸，魔曹操现在才刚出哦，怎么可能会出到魔曹操？好，看起来有点转运喽。阿炮，气战，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魔关，干干你个张合！哇，满了，我整理一下。好，那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阿炮整理出来的，有个九星的司马懿，然后这边也准备有一个九星的乐音。最主要呢，是我们刚刚抽了几只神，所以呢就把一个九星的神肥料合出来了，那我们就来开始把我们的这个神赵云上到13星，然后来看我们这攻击力可以加多少。这边呢是276000，来来来来来，开课开课，小乔，感谢你这一路的支持陪伴。哎，其实我小乔可以先不用课，哎，对不对？我小乔先不要课，然后我可以再合出一个。司马懿，我可以克司马懿，对不对？这边再合出一个九星的吴国，哎，这样好像比较好啊，都没差啦，反正都要克的，我们直接把它克掉了。来喽，蹲了好久，终于我们的13星神赵云要出来了，噔！来来来，直接把等级给点满。那我们刚刚是27万嘛？点满的话可以直接来到33万，所以是加了6万多的战力，大概提升了 20%、欸、再来呢，我们来把刚刚的魔关羽上到11星，刚刚抽到一只，那我们之前的本身就还有一只， OK， 来了，直接开课一个九星的，好，来了，11星魔关羽出来了。好，再来，希望呢，待会可以多抽到一点神诸葛吧。现在蛮想把一个11星神诸葛给胜出来。那我们呢，先来把等级给点满，直接把它升满。那我们的这个魔关羽的速度，尽量呢，还是要比我们的神赵云快。我们现在神赵云的速度是2425，我们这边魔关羽是2415。哎，我这边有装终极敏捷，对不对？不然速度怎么有点快？对对 ，OK OK。好，那我们要来开始抽抽了，待会呢就能来配速了。我们先把这五将抽抽，看能抽到几星。阿炮，气战，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魔关羽。今天只抽到一只，对不对？照理说应该是要抽到个三只吧，三只以上我觉得比较 OK， 干，不要太阳饼，气战，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魔神庞统也好啊，给我属庞干嘛啊？我们来这边开一个降魂好了，降魂这边还有很多哦，来魔关羽啊，司马懿。神诸葛，哇，两个神真机好像还蛮香的、哦。阿炮，气战，来，看，怎么好像气又没了？给我一个神诸葛，哇，不要再神赵云了，超多神赵云，看，怎么会有那么多神赵云啊？啊，来这边抽好了，转个运好了，我觉得这运势哦不是太好。我转来一个吕蒙，阿炮气战，来来来来来来，请给我神诸葛
欸，诸葛亮欸，诸葛亮可以再来，气再来，太阳饼干，拉萨米亚，我转一个，来了来了来，阿炮，气再来，给我神诸葛魔关，雨干，这边的周泰也太多了吧，太多了啦，气再来，干。干你个胡须章嘞！我操，拉萨米啊！我们转个运，我转来了来了，完了，怎么会这样？怎么好像抽到一个魔关羽就没气了？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这边不太行了。我们来换个云台好了，云台的积分换个八张，来波比一下，云台拜个将，波比波比波比呀！有没有 Prize, motherfucker. 有神造云啊，我操，烧几只啊，阿炮刚刚已经吃掉两只了，天哪，这边还有几只，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两只，然后这边还有几只，这边还有四只，我的天哪，都快可以练出两只十三星神造云了，干马卡猴心勒，不要只这样搞好不好，来，好多、哦，鲍比鲍比鲍比呀，神诸葛，哇，干，怎么神真机呀、啊？哇、哦，哈哈哈哈，看来魔关羽上到十二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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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再来再来八张，果然还是要来波比一下。Bobby Bobby Bobby 呀 Prize motherfucker 超神造云干三小啊，在搞我是不是，好多神真机神造云哦，欸，神诸葛就是不来欸，阿炮这个账号到现在只抽过一次神诸葛欸，不过也是还好啦，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换到十二星的都没问题了，对不对，但是最好啦还是自己抽到比较好吧，鲍比呀，气再来！干，给我神诸葛这么难吗 ？OK， 我们再一次哦，最后八张哦，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等一等吧，缓一缓。鲍比鲍比鲍比呀，有没有神诸葛？神诸葛！哦，我的天哪、啊，都给十五个碎片而已。好吧，好吧，他叫我这边先休息了，那我们就来这边。Bob， 不是，整天想 Bobby 来，气战，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干干你个胡须章，再来！哎、欸，双胞胎来了吧？神诸葛，各位观众，该来的吼总是会来，就是，看不要点尾吧，点尾稀有的干完了，哇！阿炮气再来，靠杯又满了，一下就满了、欸、哇，怎么抽那么久还有354抽啊，也太多了吧，阿炮气再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现在最想要就神诸葛了，那魔关羽呢，我们差一只就可以上十二星了，气战，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魔关 ，Prize motherfucker， 干个胡须章，气战来啊！忘记转个运了，哇！气战来，我转周瑜哎、欸，周瑜可以塞一神降路，好，感觉是一个好的兆头，来了来了，神诸葛魔。摸，哎、欸，这丝绸蛮漂亮的、欸，是不是？气战，来来来来来来，看胡须章卤肉饭都来了，我操！气战，来给我神诸葛魔关关羽，哈哈，数关羽，三小啊，不要来数关羽吧，神高顺，对对对，多来一点神的肥料都好。哇靠！这个是一下就满，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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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炮
气在来给我神哇双胞胎可以可以可以神诸葛魔关羽哎各一只这样就哎没关系没关系一只烂的一只就好的怎么两只都烂的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啊阿炮气在来给我神诸葛魔关羽不要司马懿啦气在来来来来来来神诸葛神诸葛要来了干个太阳饼嘞再来气在来干不行了不行了要喝个酒坛我们转个运我转神蒸鸡可以哦肥料肥料就好肥料就好气在来来来来来来干赵云嘞赵云神降路可以用哦再来来了吗神赵云不是神诸葛神圣再来再来再来今天的我没有极限了阿炮气在来魔关羽单抽出奇迹没有来个单抽出奇迹神诸葛靠背啊怎么是神高顺啊好是乘六个好了乘六个六六六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靠背怎么全部垃圾啊不是六个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东西吗再来哦气在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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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靠背全都肥料欸不行欸不能六个六个抽啊那我们八个八个抽气在来来来来来来有了吧这边有了吧密一下密一下哦密一下哦来了没神魔神魔神魔靠北怎么是红色跟蓝色啊干陆逊啊这边已经有陆逊了所以陆逊算稀有的那这边来个属诸葛又属关靠北怎么那么多那这边来张辽两个张合这边来陆逊 Surprise, motherfucker 看卤肉饭，干为什么看到他就想笑？好事成双，哇，这边不太行哎。好，那我们再来这边，太刚太衰了，我们这个转个运，我转啊，怎么又虚晃？阿炮气在，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来了，干也太多大桥了吧？再来。气在来来来来 Surprise, motherfucker 呼吸唱怎么办有点超十字来至少给我三张吧现在才两张魔关羽才两张魔关羽还可以还可以气在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魔关太阳饼今天的两张好像都是从云台抽出来的、欸，气战来来来来来，看陆逊靠背，不要再抽陆逊了一大堆。哎，转个运，转个运，我转，转到什么？吕蒙干都是吴国，气战来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魔关羽，叙述，哎。只有云台了吗？不然我们来云台一下好了。这边已经抽到没有希望了，你知道吗？来了来了来了，暴毙暴毙暴毙哟！神诸葛，木关羽，哇！第三只哎、欸，第三只可以呀、啊，可以可以可以，剩下最后的160抽了。那我们再抽一只神诸葛好不好你们说好不好阿炮气在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魔关羽神诸葛魔关羽哇怎么都是魏国啊气在来来来来来给我神诸葛神诸葛看又周泰拉萨米呀拉萨米呀我转一个神诸葛结果还是转吴国气在来
干，这边真的很不行啊，很不 OK、欸。全部都靠云台在 carry 你们这些死肥料，真的是死肥料哎、欸！好事成双，哇！再给我一只就好了，我就心安了。各位观众，四只啊，四只啊！好啦，那我要求不多，那就再一只吧，好不好？再一只，那这边再来个张辽，哇！再一只就好了、欸，都不要求喽，好不好？我们都不要要求太多，四只而已，对不对？我们五只，我们那么多抽，来，阿炮气战来，给我神诸葛，庭伟再来气战来来来来来来 ，Rise motherfucker， 干你个卤肉饭，你不要这时候来吧。好，刚好我们来喝个酒摊，我转来了，我有感觉了。神诸葛要来了啊！魔关羽比较好，魔关羽就多省十个云台积分，不然我们等一下要换一个出来啊！气战来，给我神诸葛！黄忠，我以为又关羽，关羽也太多了吧？气战来，给我神！哎，我要魔关羽才对哈！OK， 那阿炮整理了一下，现在呢是有一个准备来一个魏国九星的肥料了，然后在蜀国部分已经有个九星了，吴国的部分呢也有九星了。那现在呢，阿炮要来生出一个十二星的魔关羽，然后呢应该也会把我们的这个神诸葛上到十星或者是十一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魔关羽，那我们直接来换了。直接来换，哎、欸，或许说我们再来抽一下好了，最后还可以抽几抽啊？我们再把这边换一换，八个，好，再来，来了就靠这边了，能不能省这个云台积分？暴毙暴毙暴毙呀！神诸葛，魔关羽七十积分，魔关羽，气再来。OK， 剩下最后一抽，又到我们最后一抽了。通常最后一抽就会出好的东西，对不对？老规矩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个魔关羽哦。魔关羽不要求，靠呗。啊，不说好的，我们现在换这个好了。我又忘记换了。OK， 好，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把……哎，不对，我们再抽好，把它抽完。这边还可以再换几个、啊、最多再换十二个、欸、那我要留八个，所以我们再抽两张就好了，要留十个，之后可能要解任务用的。好事成双，神诸葛啊，行吧。好，那我们来把这边换一个魔关羽出来啊，干七十好贵、欸。好，那再来呢，我们还要换两只神诸葛，这样呢，我们神诸葛就可以上到几星啊？十星了，上到十星。好，我们直接把它合出来。那我们刚刚还可以再换两只哎，再换两只的话，就可以上到十一星神诸葛了。十一星神诸葛也是蛮重要，因为要加 buff 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把魔关羽合到六星。哦，好多肥料，随便吃。魔的话就真的还蛮多的。好，再来呢，我们还要一个实心的肥料。实心的肥料，我们就怎么吃啊？嗯，那我们就月鹰啊，胡须章吃月鹰好了。OK， 那我们这边把卤肉饭吃掉，还是太史吃太阳饼好了，吃太阳饼。OK， 那我们就上到实心了。然后我们来，那我们的魔关羽，那我们魔关羽的十二星就要出来了，来了，十二星魔关羽，哇哈哈哈哈！这等级呢，我们先拉到300就好，先拉到300，这速度我们就有比这个啊，不行啊，我们属猪的速度也要顾一下、欸，对不对？那我们神猪的速度也要顾一下，先不要神太多。好，那我们这边直接开神了。可是我的神肥料好像没有那么多哎、欸，我去收集一下。
那刚刚呢，阿炮左找右找，左挖右挖，终于把神诸葛上到九星了。那现在呢，也合出了一个六星的神造云哦。那我们就来直接把我们的神诸葛上到十星。四星神诸葛来了，哇，现在好缺神的肥料。接下来还要上到十一星，哎，十一星还有一个六星的，那就比较还好了，比较还好。然后我们直接把等级给拉满，哎，资源好像就不太够了，不太够。现在剩1821万，哇，要努力存钱了。刚刚不是还好几亿吗？那没关系，我们这神诸葛就先不用出来，没关系。哎，阿炮之前的这个夺宝，哎，这个就要转，这个就可以转。那我们只要拿到这100的。那抽到这个也没关系啦，因为我觉得硬体是比较重要的，我们要把这个100的龙魂玉抽出来。OK， 抽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刷新了。像这个阿炮就不要，龙魂玉是比较重要的。哦，这边还有166个神龙夺宝券哦，等以后有400万我们再来抽。好，那现在呢？现在我们神诸葛就先不要练好了。就先这样就好了，那我们就有两个肥料，哎、欸，那我们就摆成这样，哎、欸，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阵容，是可以左中右的，左中右各一个，我们来找一下，然后尽量是错开的，错开，好像没办法哎、欸，哎、欸，可以，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是想说要把它摆到后面去啊，我知道了，这样，哎、欸，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属诸葛一样去稍微分摊一下伤害，那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 OK 了。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配速的部分。那像这边呢，阿炮的属诸葛是一速2523，然后感谢订阅。然后呢，我的魔关羽是二速，然后再神造云呢就是我们的三速啦。这样我们就可以吃到属猪的 buff， 还有魔关的破甲。这边如果把它换一个。换一个补血，没有补血，我们尽量还是要把它塞。属猪本身就有一个硬度在了，所以最好是塞一个补血是比较好的。好，那我们来洗一下红色的龙魂，刚刚阿炮合出来的，这你们最喜欢看的。究竟待会你们看下去是会欣慰呢，还是会想丢掉这个丢掉手机？好，我们来看一下哦，阿炮气。在，哎，这颗有用吗？好像没用哦。哦，不是，我不是故意拖时间哦。阿炮气在，哎，不对啊，这灭杀好像还不错哎。哦，好，没什么用，没什么用。好，阿炮气在来，一速靠背刚好给神诸葛，干怎么都是不刚好给属诸葛，然后刚好属诸葛的这个打下去又可以弱化，又可以弱化。这是伤害增加 5%， 哇，怎么又是洗到属猪可的、啊、什么鬼啊，而且速度还越来越快，那我们这边洗一下好了，可是这边已经有法连了，法连，然后又是一个抗爆，法连抗爆，然后还有减速，其实算还不错，给属猪用过度算还蛮不错的，不过呢我是一定要赶快把这个神造云的龙魂给洗出来啊，这样我才能决定说，我的这个兵法要学什么，对不对？现在已经有不屈是比较还好了，主要是这个暴追，然后必杀，那就差破甲了。我们现在就差破甲跟物联，如果有的话是最好。然后我的这哦，我的魔关这个真的很烂哎、欸。哈哈哈，干好烂的龙魂哦，是三小啊，好像也没什么好东西嘞，减速致命嘛，那这边最好是带一个必杀，那这边可能要先学一个终极必杀来过渡了，对不对？不然我们龙魂真的很吃紧哎、欸，很吃紧啊，不然我们属猪的那个法连洗一下好了，属猪的法连。这颗我们来洗一下，这颗毕竟不是说特别好，哎、欸，
我之前已经有洗过了、欸，金刚跟法术减轻还有抗爆、欸，哎，我靠，这颗本身就蛮好，所以我留着。哎，太久了都忘记了。唯一要改就这边吧，这个上级医术就是给鼠族用的，好，不然我们再洗洗看有没有更好的哦。阿炮，气在来，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这没什么用，最后一次哦，气在来，干，好啊，那我们就来等之后的影片呢，再来跟大家分享。OK， 最后呢，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极限神召呢玩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我们现在战力是362万，对到对手是610万的战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战力是差了将近250万哦，已经快比我多一倍的战力了。那对手呢，这边是哇，四只打手啊，哈哈，四只打手。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神造云戳下去还蛮痛的，不过呢，不知道什么带了攻击图腾还蛮容易被闪避的，不知道为什么，是神造云天生就比较容易打歪吗？比较容易插歪吗？那他这边的主力呢，应该就是神造云跟魔女部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鼠族的奶量还蛮可怕的哦，奶了一大格回来。而且他这魔女布怎么好像有一点硬啊？插他的魔女布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痛哦，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而且我们现在的神造云血量有点陡，不过没关系哦，待会搭配这个神造云的第一招，加上鼠猪的奶哦，直接又把血量奶到快满了。好，那对手的这个我们下一个要解决对手呢，就是魔女布了。应该在第五回合插一下，这魔女布就直接当场去世了吧？哎、欸，不会，不用到第五回合吧？还是要，还是要？可他已经残血，这个一插下去肯定死哦。哇，这鼠猪奶超大一格的、欸，插，哇，没插死，没有触发这个降龙摆尾。不过呢，后面是被魔关羽补刀给收掉了。再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下一场。那这对手呢的战力是666万，多我们300万的战力。我们看一下这打起来的感觉哦是怎么样。诶，对手有神诸葛，可是好像是摆在援军诶。摆在援军还蛮可惜的，对不对？应该是把魔典韦摆在援军会比较好。那他的阵容其实也算蛮好的哦。就是我们之前讲到说神造云配魔吕布哦。然后又有神诸葛跟神华佗，还有魔关羽，哦，这五只摆起来的话，这阵容就蛮不错的，就是一个平推的阵容。不过呢，他战力这么高，可是好像被我们神造云戳下去，还是特别的痛。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神造云打出来的伤害都是暴击哦，暴击居多啊。可是因为对手的这个神诸葛开套了，所以打出来的伤害好像不是特别理想。那现在呢，就要等他的套没有哇，他这套一结束补的也太大一格了吧。所以神造云对上有神诸葛开套，这个打起来是还比较吃力哦，相对来说比较吃力，因为就不可以单一个击破了。好，这边应该可以把神诸葛收掉，没有什么问题。那现在呢，对手就剩下魔吕布。那下一回合算是最关键的一个回合，他魔吕布如果能收掉我的神造云哦，那就赢了。那如果收不掉的话呢，应该就很难再翻盘了。那这边可以看到他的魔典韦好像有一点硬哎、欸，哦，差一咪咪血，还被晕了。糟糕糟糕，还好呢，我们这边是透过鼠猪的天赋，然后把这个晕眩给解掉了。所以鼠猪跟月鹰如果有上到12星，开天赋是会差蛮多的，因为他们只要补血，就可以去解掉一个负面的状态。那解到晕的话呢，那就赚翻了。
然后这边它的摩点尾也被收掉了，那这边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因为它现在就是输出已经不太够力了，那它是没办法把我的这个神造云给秒杀。好，那我们又直接把血量给奶满了，就算它触发物联哦，也是没有办法。那我们再来去带大家看下一场。那我们之前可以发现呢，日服在早期的时候角色是练得还蛮乱的哦。不过呢，随着这个进度越来越到后面之后，他们的角色哦，也很多都开始走一些双珠双关了，对不对？像这边就可以看到有双珠双关，然后配一只什么不知道，因为这是援军上来把它踩掉的，应该是配神罩吧。那这边也是一个双珠双关神罩。不过因为他们的资源没有很集中，所以导致说呢，他们是打不太赢我的，因为我这边是把所有的资源呢都集中在神造云跟属猪。欸，其实属猪也没什么资源啊，属猪我就是把星宿给升上去而已。那阿炮之前有提到最近发片比较少，因为这个我家楼上在施工啊，这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大声哦，有没有听到叩叩叩叩叩。好啦，那让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我们这个神造云打出来的情况哦。那之前已经给大家看过600多万的，那阿炮呢之后再去收集我们这13星的神造云会遇到什么样的，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我们可以去越战到多少战力的对手。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希望啊对你们会有帮助。如果其他问题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板提问。感谢各位收看，我是阿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